你说我们老家这个他有感觉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在我们那个地方，最重要的就是人情，啊，在美国这个社会有人权，没有人情的，这里有民主，你发现了吗？有民主，但是你发现了没有？根本没有民企，就没有任何一个人，大家集合到一起，没有社区的，都很自私。这个地方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样子的。第三个，你发现这跟咱们山东这边是很穷不一样的事情，那个地方是有任何事都有延续，它有历史有延续，这里只有今天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，所以这里没有延续。我和所有的展示跟咱们战友当中，咱们要的是实际上是很深刻的，就汤平让我唱歌的时候给我们唱出感情来，就是我们是有人情的，我们是有社群的，我们是有延续的。每一份情感都是那么细细的去剖析去分析，嗯，就是知道它是什么。有的时候感觉是就是感觉你没有办法去用任何一种语言呐、啊，或者是一个方式去呈现，但是音乐可以。你说的，嗯。